嘛呢呀？在我车上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这你车呀？对啊。啊，美女，你看这车窗也不摇上去，你这这么多贵重物品，也不小心点儿。没拿我东西吧你？我怎么可能拿你东西啊？谁知道呢？我好心好意站这儿帮你看半天，你这个人说话真有意思啊！哎，你站着别走，我东西都不知道丢没丢你就走。我要是拿你东西，我还站这儿等你回来啊？真搞笑，好心没好报。帅哥，这个车是你的呀？怎么了？哦，那刚才可能是有点误会，不好意思，要不咱们加个好友认识一下。算了，你自己注意点就行啊。哎呀，你帮我看这么长时间的车，我觉得我应该请你吃个饭，加一下吧。吃饭就算了，那你扫我吧。好。真的，下次别那么说话。不好意思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我单身啊，没女朋友。我也单身，你觉得我怎么？你多高啊？你有多高？我1.74米。那你太高了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嘛？什么怎么样？就是我可不可以做女朋友？女朋友？你这个也太直接了吧？哎呀，大家都是单身嘛，咱们要不要去找个地方喝点东西？喝东西呢？走嘛，走呗。那你车咋办？就放这儿。坐你车走。那你把车窗摇上去啊。那走吧。来美女下来了。你先下来，先下来。怎么不是你自己去吧，好吧？为什么呀？你说你没喝完浪费就浪费吧，你还随手丢垃圾，你这种人是真没素质。